又来。谢不柔十八为你打江山，我们来看看这位粉丝给我们带的啥装备。六级小黑甲，还给我带了白卡，一把 M4， 还给带了个300,000的手雷箱。打开一看，我的妈，又来，这是又让我变成。我怎么变成这个怪模样？师傅救命！搞错了，再来。好家伙，这一箱雷也得120,000左右，加上装备的话也近200多万进场。自从打江山活动开始，十八的资金每天都在变少，都快见底了。刚整理好装备，就听见猫雕和郑前方有脚步。有人来了，左边的人开枪了，应该是在打猫雕的人。他在打这个猫房的人。这里我也是准备走这边和敌人夹击一手猫雕的人。这里晃了一下没看到人，然后想着在这趴着架一手。原点响起了枪声，哎呀，枪马了，没有打掉他，然后还暴露了我的位置，冷库门口。这个时候谁有说冷库门口有人？在吃止疼药。The hell was there？ 就在那个冷库门口。外面门口是吧？对，外面门口。这里我瞄的地方的左边就是冷库门，粉丝说敌人就在门口的外面，他也不敢进来，我也不急。哎，看见瓶牛奶，先拿上。这里采用一招勾引之术，我退敌进。并且让粉丝帮我听脚步，一旦他进来，我就可以采取人工轰炸区战术。好的，进来了，大门进来了，过去了，扔颗雷，到拐角了，再扔，太扔，你还开枪，就你怕不怕？再扔，你还打我？他还骂我，再扔。让你见识叫什么叫一个师的兵力。再扔，补给一下，来嘛宝贝，来嘛宝贝，来冲我呀，来嘛，来嘛， come on， 绕一手。兄弟们，这个帖子估计感受到了绝望，是吗？他不会卸载游戏吧？哎呀，难受。给我炸死一把 MP7， 劲儿都没有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有冬啊，没阵子，有冬啊。可怜的孩子，希望你不要对这个游戏感到失望。这里狂轰滥炸，估计会招引人过来，不过不怕，这个地方对我雷震子来说两个字，谁来谁死。刚掏了点雷出来就听见脚步了。 Just stay focused, guys. 这个人好像走厨房过来了，想从这边绕过来搞我。又来了一个。哼，wonder what's around here. 知道，不过没事，我们来到这边利用好这个拐角扔雷就行了。先扔颗雷来这边看一下，怕他有队友。细节啊兄弟们，细节学你姐。扔雷没看到人，我们往这边压，继续扔雷往前压，让他感受到什么叫人工轰炸圈。这个场景有没有似曾相识，兄弟们？那我们用同样的战术操作他一手，梅开二度。先从我们的手雷箱补给一下，他没动静了，他不动了好像。我们先扔一颗雷，用雷声掩盖我们的脚步跳下去，
直接掏他菊花。谢 bro， 你在望哪里呢？这个人可能还在想，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怪物，打这么多雷。这个人的包我也不是很想舔，一看就是个穷苦的人。我们先清下附近的点位，因为我这边一直在打架，怕有人摸我菊花。好家伙，这儿还印着个人，不过没打中我。Fucking terror group。这里想勾引他，让他过来，然后再来一波扔雷的战术。这时候听见他好像在二楼。No one's left behind. 在我右边。Yes. 一直想勾引他进来。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. Goddamn. 这人生气了，先扔个雷。这个时候听见他踩铁跑了。这波架最终还是没打起来啊，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也不想去找他。然后我选择来到地下来找一找，看有没有玩家来炸一下。哎，听见前方有脚步，有人听见没 ？What's going on over there？ 选择绕一手，来到这边扔雷，先晃一下，没看到人，投石问路。我再投，再扔，不知道敌人的具体位置，也只能扔雷探点了，补给一下雷。哎，这个时候听见有人物转动的声音，好像在右边，扔雷，晃一下，没看到。这个游戏人物原地转动会有摩擦地板的声音，刚刚听到了。再扔，扔雷探点，再扔，补给一下雷。哎，听见踩铁。可能在头上南通里面踩的铁。Other guy saw a bear in this area。继续扔雷探点，听脚步，没动，再扔，再扔，用雷往前压。他估计害怕了，兄弟们，直接手雷开路，可能就在这里面了。What the fuck！ 我炸了个空气，我炸了个寂寞。对，我的雷呀、啊！这时候想一下，他如果不在这里踩铁的话，那他只能在锅炉房了。于是我原路返回，绕到锅炉房去。来到这儿，听见进步走的声音，就在左边锅炉房，确定。手雷开路，扔雷探点，应该就是在锅炉房里面，扔雷。门都被关了，应该就在这里面。还有个门。哎呦，就在正前方。哎，老六吓我一跳，我扔雷炸死你！我炸！我炸！啊，他也给我扔雷，赶紧躲一下。来嘛，比比谁的手雷多嘛！来嘛，来嘛！躲一下，他扔雷了，补给一下雷，看你有多少雷。
他又扔了，打个女征先，他好像跑左边去了。这个人估计，哎呀，他又跑到右边去了，炸你丫的，炸！再来，看你不死！继续扔。怕他有队友，继续扔，没再扔，没扔出去。哎呀，好惨呀！哎呀，好惨。黑那家 MK4000 啊，这个人估计绝望了。我真的好想好想采访下他当时的感受。舔完包来到大圆盘这边，听到有人过来了，哎呀妈了，赶紧压上去，他趴下了，他趴在这个前台上下了。我们只需要跑到这个点位，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事雷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颗。就当我刚刚扔雷出去的时候，就听见右边有个人在跳，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没有办法再扔第二颗，只能往后撤，先去打右边这个人，接下来看我操作。成功拿下这名敌人，在我跟他队友激战的时候，我猜想他肯定要立马冲出来打我个背身，来个夹击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只需要立马跑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开进打他就行，而且他是没有掩体的，击杀成功率高达 99%。 接下来看我操作。哎，没人。 Holy shit！ 哇，我跟他队友打起来，他竟然还躲在里面。